现在三月份春暖花开的季节啊，嘛是咱花东吼小番茄、草莓吼，啊加咱杨桃啊加柑仔出产的季节。啊，我想阮这花东乡吼啊，地理位置不错，啊中部有种小番茄上好的条件，啊加上花东山区这日夜温差吼真大，所以种出来品质更加较好。这个季节吼，欢迎大家吼啊，会当吼全家大细。假日吼，带来阮花坛采草莓、采番茄啊，所以星期假日啊，欢迎全国的朋友啊，能够全家大小一起到我们花坛来啊，我想是一个非常，一定是一个非常丰富而且啊令人回味的花坛之旅。水果公认最难种的就是草莓，那草莓还要用无毒栽培，真的是不容易。那我们这边呢是最主要是用温室，然后离地栽培，这样子就可以减少很多病虫害的产生。那目前呢正值那个草莓的采收季节，那欢迎各位游客来我们花坛采草莓。